你好，星期六跨年预热节目来袭，这一次我们的好六团呢也将全体登上我们的跨年舞台。跨年嘉宾李现，惊喜加入，爆笑不断。来，向哥玩一把，来，向哥。三二一，看这边。这是怎么样？我过来卸妆的是吗？咱们新年企划，咱们就快点吧，咱们来吧，咱们来吧。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一个看不见了，我连帮你的机会都没有，我疯了，疯了。三二一，看这边。纯玩赖了，开始。2023至2024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更有跨年晚会舞美首度曝光。这啊，这是整个舞美啊，高级。好六街变成好六城了，后面那是摩天轮啊。这怎么会是一个舞台呢？这是哪个城市的宣传片？建哥希望在哪个位置表演啊？直接升到摩天轮，对，那个最高的那个位置，在那儿泼水。2023至2024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有什么呢？哎，我听说同台合舞，和谭健次要同台合唱，还有那个谁和那个……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透太多了，透太多了。最适合跨年唱的《跨》这首歌，会不会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现场演唱呢？到时候期待一下。所以今年的晚会必须的好看，必须的好听，必须的要看哦。新歌已备好。听完这些还在等什么呢？公主们请上车，我们一起看跨年喽！呜呼！耶！欢迎来到我们的跨年特别企划。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把大家召集在这里呢，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什么好消息？什么呢？我们2023至2024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呢，马上就要来临了！天哪！这一次我们的好六团呢也将全体登上我们的跨年舞台。哎呀妈，完了完了，天哪，我都没有参加过跨年。是哦，对，出道十多年没有参加过跨年，综艺人不跨年。那你的跨终于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有没有这个荣幸。湖南卫视，湖南卫视就是唱这首歌对吗？对呀、啊、派上用场，派上用场了，有可能，反正我硬唱来。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在我们的好六街得到我们这个跨年晚会的最新情报。天哪，是，赶紧吧！最新情报就是，同时我们2023至2024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精彩即将开启，跨年期间会员尊享预热节目、盲盒机位、精彩等独家内容。而且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跨年晚会的嘉宾李现，参与到我们的特别企划，欢迎李现。Hello。Hello， 欢迎李现。Hello， 欢迎现哥。Hello， 欢迎，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现，非常开心这次能来湖南卫视参加跨年晚会，然后最近也带着自己的作品《群星闪耀时》来到湖南卫视跟大家见面。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是的，是的，我们现哥的作品这个非常的多，即将在我们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上线这个《群星闪耀时》，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也期待我们现哥在跨年晚会上的这个表现。是。那今天呢，其实是要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以及去到海口现场观看跨年晚会的观众们送上福利。我们现场呢设置了一个砸金蛋的一个这样的环节，跟我们家楼下超市一样。里面它分别有我们跨年舞美首次亮相，以及跨年阵容大揭秘等惊喜福利。今天玩游戏，我们哪个队赢了，哪个队就可以来送这个福利。哇！对，看到这种金蛋，那种过年的氛围就来了。是金蛋银蛋嘛？我们湖南卫视这个精彩的这个，来上来就砸呀！来上蛋，直接就开砸。所以先玩游戏，对，先玩游戏。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然后因为人数的问题，我也加入这个游戏当中。你要加入游戏，对对对，我们又要开始玩游戏了哈！来帮助大家，这个游戏是我们你好星期六大家最喜欢的一个游戏，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捧。12月31日跨年晚会当天，我们将同步开启多机位直播。那么更多精彩呢，请大家锁定12月31日晚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同步直播的2023至2024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今年呢，我们你好星期六邀请了嘉宾李现和我们的这个好六团来体验这个游戏。
今天我们体验一下，因为李现来录你好星期六的时候，听说对这个游戏非常的非常在意，很想玩，对，但因为机制的关系没有安排进来，对，做不了 B， 因为卧底做不了 B， 对，今天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不了弊是什么意思？就卧底没有办法控制输赢，卧底他没有办法提前知道嘛，所以我们一会要玩这个游戏。现在由大哥和宪哥来担任队长，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来选择这个队友啊，非常简单。好，我们先石头剪刀布，你选，然后赢的先选一个，选人，后面输的会选。要是有一边一直赢呢，就一打。你输的人也可以选一个嘛，一直赢，这个人好惨，破。你以为那个酒桌上那个玩到溺水，输的也可以选一个。我一个人怎么玩？我一对五吗？连坡带挡，对不对？满足你想玩这个游戏的需求。石头剪刀布。哎，老七，你看我选一个。对，雪琴，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们俩谁厉害一些？我俩，我没玩过，我只能说，嚯。我都，他们都不敢派我上了。现在，迪哥，好，那我加入大哥。好，来，我虽然没有玩过，但实力也不容小觑。对，你平时有练习，规则已经非常规则已经烂熟于心。那是这样，我们队长呢是每轮都要参与，然后我们总共玩两轮，好不好？也就是说，我们队员每人上一轮啊。好，那就他队长一直玩，我们一直泼就行了。队长一直玩，我们一直泼就行了。哦，对，不是，好不容易啊，队长。那我被泼的那一轮，你来帮我挡。然后呢？我可挡不住啊！安排的可真好，行，我这装放。你那轮你被泼，明白了，听懂了。你负责什么？我两个都来一遍。两个都来一遍。快上！两个都来一遍。好，来上下我们三二一的道具，来吧。很好，可以不用被泼了吗？太好了，在哪都逃不掉这个。来，我现在给你练习一下。练。三二一，看这边啊，行，可以。啊，对，就这意思。来，你弄我。但是。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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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哈。但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啊。我挡不行，我反应慢。我挡也不行。都不行。你只要别输呗。先练习一下。泽林，先感受一下吧。没玩过吗？你说我玩还是泼？你想哪个？你玩、啊、我都行啊。当然我们俩泼，你玩啊。那对，那你玩啥呢？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你从来就没玩过，从来没感受过。行。哎呦，好久没玩了，我感觉这个游戏。我压力山大呀，我害怕，我好害怕。宪哥，你这边先派谁？雪琴吧。你们先派雪琴是吗？对。大哥，你这边先派谁？你呀、啊？问谁呢？好，你必须要你感受一下我们的快乐。行，吴泽林来玩。哎，好，那老秦泼吧，我不想给他挡，主要是不是队长每轮都得玩。我那我来，你必须得上。相信大哥的手速啊！哇，好嘞 ，nice， 好精准。第一次看吴泽林玩这个游戏哈，哎，我第一次坐着好紧张呀，特别好，有点压迫感，你知道吗？终于知道我们坐在那儿的感受了吧？特别好，我们俩都没玩过，好，你也没玩过，非常公平，非常公平的一轮。好吧，那开始吧，更多的精彩啊。来吧，先剪刀石头布啊，赢的人先攻。好，现在这边宪哥先来啊。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冷冷的冰雨在脸上不乱的拍。哇哦，快呀！挡和坡是同时，但是也挡了一半的感觉。刺激啊，刺激啊！刺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上头了，上头了！我连眼神都没瞟过去，就已经泼过来了。好，现在1-0，由宪哥先攻。接下来李宪啊，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
为什么迪哥厉害？迪哥，迪哥这个劲儿挺大呀！来，一看这边。回马枪，我主要是我在那儿没听到啪一声，我听这儿啪一声。这旁边真的一脸。现在唯一一个干爽的人还是泽林。我们抢五呢，还有三分，宪哥加油！你学吴泽林，他都不看你手，你发现没？他把视线就是聚焦在地上。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连输两轮，天哪！他不会干的下班吧？好了，现在二比零。好，好，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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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别着急，李现没那么笨，轮轮都在打。害怕了是不是？每轮都开始挡，现在。来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条件反射了，现在已经。就以为他会输呗。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有点斜视。士气都被你挡没了。我这个，来吧，我弱势，斜视有点。好，三二一，看这边。哎呦！三二一，看这边。哎呦！哇！哇，一杯法师哇爽了哈，哇塞，吴泽林终于湿了。三二一，看这边，哎呦哎呦，哇，爽了哈，哇塞，哎真的，坐在录了快一年了，第一次湿。等一下，老齐。老秦，你拿杯子干啥呀？来，到我跟宪哥。好，好，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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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上瘾了，哎，等一下，吴泽林怎么嘴里还往外吐呢？喝到了一口水，直接一口水泼到嘴里了，直接。他在嘲笑呢，他在笑别人。因为我每次都是笑别人的那个呀。我，你真的是刚是有那种游泳出来往嘴里往外吐水的那种人。今天水好大，这个量。现在二比二，二比二，二比二哈，二比二啊。稍等一下，该泽林出招，泽林来攻，来到我攻，宪哥，嗯，来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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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看这边。哇，来了来喽！快呀，吴泽林，也该你了吧？大哥，你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准备拿这个？我准备了，你看我速度很快的。行，但是他太快了。三比二，雪琴坡真的很快，爽不爽？爽，雪琴太开心了。哇，好爽！到我，三比二了啊。来准备，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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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哇，四比二了。你这杯泼的不好，你这杯，你这杯泼的不好，你这杯。好，赛点了，再得一分，李现这边就获胜了。来吧。不对劲儿，这个游戏这么难吗？知道了吧？心跳非常紧张的。你连赢两轮以后，心态崩了，快追上来。
三二一，看这边。哦。三二一，看这边。哦。哦。闪过去了。躲了是不是？四比三。没有中了，中了。四比三了，四比三了。该我了，该我了。四比三，来，再赢。就差一分你就赢了。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没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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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水了。抹水了。直接换一盘，很多，一杯会不会太少？一杯定胜负了，咱们没有，四比三，四比三，宪哥攻。对，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稍等。刚刚那个不算啊，因为一直在上水。为什么？好生气，好不爽啊！真的好生气，真的很不爽。那就刚刚是该谁攻？泽林是不是？对，该他攻。刚刚他们我们那个来，泽林准备啊！三二一，看这边！哇哇哇！天哪！啪一声，水巴掌，四比四了！哇！没事，四比四，最后一波，宪哥，四比四啊！来吧！四比四。天哪！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哇！爽不爽？爽！快，你来泼，泼特别爽！好，泼是最爽的。OK。好，那个盾无所谓。来泼了，你快泼啊！没事，好，你帮我挡一下吧。对。会的，放心。哇，第一次玩完真的。原来裤子湿了这么难受，哦，你才感觉大，谁碰谁吧，咋都行，那崔林壳吧，崔林壳，输的玩，输的是坐这玩，输的是坐这玩，崔林壳，这都录进去了啊，不是我命令他的，哎，来，宪哥。不用练这个，练一下，练那没用。什么没用？怎么没用？迪哥，上一次把你泼到失明，还有迪哥把我泼到失明，眼睛睁不开。看这边，二个字。迪哥，大哥，迪哥在哪儿啊？我在这儿，听我的声音。刚刚是我，抱歉，是我。我给你表演个瞳孔地震怎么样？我现在泼完我脑瓜子还嗡嗡的，真的，你们也会吧？不是，他们这泼的特别狠，最狠的都在这桌，我跟你说，最狠的都在这桌，太恐怖了。来吧，石头剪刀布吧。石头剪刀布 ，OK。迪哥，老出石头。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大哥，现在我发现了。他就不打了，你发现了吧？他只拿杯。就是拿杯。我拿了。我拿了，咱们新年企划，咱们就快点吧，咱们来吧，跨年企划，这样跨年特别企划，这样一共就五局，我也拿一杯，你拿一杯干什么？就是我赢我也泼，来吧，来，怎么这么拿？不耽误你们，把这拿走。新年就这种企划，为什么偏偏是我上的时候？来吧。都拿好了吗？好了，拿好了。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看这边。哇！不擦，直接来，直接来。不擦，直接来，直接来。来，来。三二，你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
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来，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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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继续。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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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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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比三，四比三追回来了，迪哥加油！迪哥，迪哥穿不见了，迪哥穿不见了。哦，在这儿。我连帮你的机会都没有啊！来，三二，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上一次把你泼到失明，最狠的都在这桌。太恐怖了。天哪！来来，擦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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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我的妈呀！李哥，疯了，疯了，疯了！李现后来还在吗？我看不到人。我在不在不重要，是一直你在输，主要是。我前面赢的挺好的。来，向哥玩一把，来，向哥，向哥，来来来来来。再来一盘水，再来一盘水。你们自己玩自己泼得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怎么了？我过来卸妆的是吗？上菜喽！加油啊！上菜喽！来吧，来一杯啊！蔡林哥，来蔡林哥，你先来来。好，三二一，看这边。这什么呀，哥？你用左手玩，你用左手玩。我用左手玩，这样右手就能泼。哦，这样是吧？对。好好好。过了，来，好，来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三二一，看这边。大哥，反正没有盾牌。大哥今天晚上是这个风格的，反正没有盾牌，不管，我不玩了。大哥玩两把来，来玩两把来，来跨年企划必须玩，大哥来。疯了，疯了。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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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边。他们开始纯玩赖了，开始。行，我们差不多，变走了，变走了，过年喽，跨年喽，对，擦一下，擦一下，擦。所以刚才确实是我们队赢了，对。好，把道具撤一下，抓紧时间。来，付家鹏，来来，付家鹏，来，上来，上来，来。等你们录完了再。没事，接下来都是口播，砸个蛋就没了。那你那边口播，咱俩玩来。我没想到，我叫你来，马上你就你还挺爱玩儿，来都来了，这是爱玩爱玩爱玩，来都来了，何必服装呢？录到哪趴了？录到哪趴了？我补的脸都硬了，你知道吗？何必服装呢？头发何必搞呢？我这个妆就撑到了。一共就撑了前面说的女装，耶，就没了。开始了，女装半小时，十分钟没了。来吧，刚才我们队赢了，所以我们可以砸金蛋。啊，我们都赢，我们是赢了。来，大哥来吧，我来砸。对，金蛋或者银蛋，砸金蛋。对，赢了游戏，输了妆发。来，哎，我你输了你也没好歹。金蛋，我们都可以。金蛋，我也稀烂。好，来准备。新年快乐！
好，来，我们里面有一张券，拿出来，我们看一下。2023至2024湖南卫视跨年晚会舞美抢先看，哇，可以提前看舞美了。对，提前看舞美，来，我们播放一下。哇这不就是观众在哪儿啊？这不就是城吗？观众在哪儿啊？这放错片子了吧？这是哪个城市的宣传片？哪个城市？这个是我们的舞美，赛博朋克的那种。对，夸张。哇，有种，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舞美，震撼的不得了。非常震撼，哇嘞，去，而且到处都是舞台的感觉，是不是啊？嗯，宪哥希望在哪个位置表演？刚看了一大堆地方，我觉得就中间这条路上吧，还不错。中间那条路就是摩天轮，直接升到摩天轮那个中心眼儿啊，那个会，在那儿泼水，太好看了，在那儿卸妆，还可以。有点意思哈，这得多大啊，到时候。好，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用一个简短的词来形容一下我们刚才这个舞美，从老秦开始呗。酷炫，大哥。炸裂，哎，这个。高级，惊为天人，我觉得很感动。我刚刚也想说感动了，真的，因为我站在这个相对于他来说小小的好六街，然后我看到那个是我们的未来。对，是就很感动，就心里很感慨。对，就是我，因为我刚刚想确认一点，就那上面真的是好六街，对吧？是好六街，是，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感动。对，就是很感动。好六街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街，就真正的演变成了一个对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一个巨大的城市一样。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跨年晚会呢，将会去除掉舞台边界，打造一个超级狂欢的这个社交街区，体现的是新主张、新空间、新玩法。这个舞台呢，是一个比我们好六街要大10倍以上的这个沉浸式场景，最高的舞台建筑是26米，也就是9层楼那么高。天哪！让每一个参加跨年派对的人都感受到快乐，能让每一个人在熟知的世界中创造出不一样的浪漫，情绪无间断，舞台无边界，让我们一起热烈向前迎接2024。是的，而且我刚才看过来，感觉这个整个街区都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舞台，因为你任何一个地方感觉都是一个表演区域，可能你身边突然就出现一个惊喜，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你又有未来感，但是又夹杂着温馨在里面。是，确实惊喜特别多哈。是的，还会有我们的跨年街六大店铺高能来袭。那咱们这六个吧。哇，六大店铺。它将在我们芒果 TV 上线开启叫做会员热烈街区的玩法，
它是同款六大店铺的试营业，就是火热进行当中。上芒果 TV 要搜一个叫做热烈街区的词，赢取我们跨年晚会的入场券和惊喜大奖，参与海口景区线下打卡活动，还有更多跨年福利来等你拿。那么在结束之前，我们还是一起来录一个我们这个跨年的这个精彩的预告，好不好？好，这样录预告会不会有损收视啊？咱们下一次能不能提前录再玩？是啊，确实有点道理。这个鬼样子说出来的话有说服力吗？蓝宝六街泼水呀、啊、感觉没有幸福力，我们这个样子说出来的话水水塌塌的感觉。跨年我们都在像这个样子，他们玩了一身汗，真的。2023至2024湖南卫视跨年晚会有什么呢？哎，我听说同台合舞和谭健次要同台合唱，还有那个谁和……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透太多了，透太多了。哎，对对对，最适合跨年唱的《跨》这首歌，会不会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现场演唱呢？到时候期待一下。所以今年的晚会必须的好看，必须的好听，必须的要看啊！新歌已备好，跨年见。听完这些还在等什么呢？公主们请上车，我们一起看跨年喽！今天的跨年特别企划就到这里了，大家一定要来收看我们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同步直播的2023至2024湖南卫视跨年晚会。跨年见。好物团对战明学街坊，解锁店铺新玩法，机问躲避赛，大家手忙脚乱。哎，这个是谁的后脑勺？小丁的。当然了，没有没有，我没有后脑勺，没有，我扁脑袋，没有后脑勺。这个有个脚，这个脚放大放大放大，这儿，对对对，不是脚，这。哎呀，小丁是这个，就是你一模一样。白边，就是你了。老秦呢？老秦呢？全员来找茬，观察力大爆发。这个太明显了，明显。哇，好大的动静，好忙。太简单了，这个游戏。好，请摘下眼罩。那个换位置了，杯子，第二排的在第一排。哎，这个只换了一个方向。这是哪个小笨蛋？这是谁干的呀？本来我很喜欢他俩，现在嫌弃。